你带 TP 的话，如果被你动的话，我们可以 TP 跟一走，因为是肯定是没线权的这个东西，让他推，只能看着他推，知道吧？我准备好了，看着他推线。但是我们完全不用急的，完全不用急。啥你也不要想打我。也去开的呀，真是。不打掉，这个现在手被压很多，坏了，会 Q 到我。他去了。走吗？还行，去不了。只要近身，必吃他这个 W， 我都烦死了。这波他 W 了我，我直接 Q 他走了，也没换到我什么血。反正就是烦，必吃他这个 W， 我得摇人了。那火拼，一起出发，火拼要吃完吗？哎，不吃药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该带点燃的，各位，操！但或许我这波有点燃的话，他不敢那么打呢。我觉得带点燃可能还是舍不得他 ，W 空了这波。怎么说？让把他越了，算了算了，没机会。空线完了，各位。那亏我花的线，还没 TP 呢。补刀只被压了四个刀，但这一波打完，我们补刀就要反超了。再过十秒钟，他不露头，我们就发现哦。他应该会来吃这波线，他不来吃这波线，他这个等级跟不上。我给亏了三个。点一下吧，我倒是想他不来，他这波右躲他也抓不到人，他不来他要亏兵了，很 nice， 炮车没吃到，补刀要反超了，很 nice。那一天没有买药，他没大没我厉害，
没大绝对没我厉害。顶着追，追不了。回家了吧，这冰女有下去了吗？但他没大招的呀，抓死了。救他们，我们等级是优势的，等级优势还很大的。他回家这波我直接走吧，这个线不能再吃了，没蓝。我这波真不想去啊，各位，我肯定抓不到。我先压一下，兄弟，我来都来了，我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啊！你给我探个视野，不然我就炸了。这没死啊！哇，我的兄弟啊，这没死啊！我感觉能烫死他，流血流不动啊！现在，我操！我这么厉害，我都退线了我。哎呦，这没死啊！我们补到等级还是优势的，慢慢来吧。别在这，别在这走。五个伤害，喜欢 K， 你这螳螂，你这螳螂玩游戏玩的。辟邪吧，可以了，这波本来可以零换三的，打了个一换三也行，可以吧，各位。打死他，我们这个装备有优势，随便干他，大刀应该没好吧。感觉他大刀没好，各位。你这玩的也太爽了吧，兄弟啊，我靠，你两个 W 搁这一个 WK 一个头，搁这一个 WK 一个头，好好，我再拿一个，比你大的刚好。这人真会 K。不登了，这波有点危险，毕竟出来能杀我。
不下船了。我看他很不爽，兰博。这个 TP 上能看到吗？哎，我露头了好像。吃吧你吃，我也不好吃。他没来，还行，这个节奏就拿下了，节食费吧。下去了，不管他，我们吃肚子。管他。吃两次。管了，哥们，管了。别别别！他们怎么五个人？哎，这人不刷野吗？突然我放哪去了？回你什么？不、哦、，Hello 呀！这我操，兄弟啊，这怎么打成这样的？操作你，哈哈。哦，我说呢，杰斯出了个影魔刀，不然感觉他信使也是要死的呀。我说呢，有这个玩意顿顿顿有解释，还行。跑起来了，这波有点惊险，怎么这么能打的呀？活了，因为对面心太崩了，这波打完他们掉心破碎。